艰苦哦，凄惨艰苦啊，是无奈我哦，出事无奈就是我，小妹啊，哎呦，你太命做鱼就共出哦，哈嘞，第二可怜啊，是冤枉界啊，好歹人去啊，伊就来开塞无，三分就我急塞，起无问题，讲安尼甲我塞啦，哎呀，真真酷刑嘞。第三可怜啊，是因为哦，歹命恁姊妹啊，还着坐几年以上，好少戏乱啊破病，歹命也着共趁钱哦。第四可怜啊，是因为火，火若当开啊，啊，大家都爱来佚佗，火家人就炎好，趁食出钱应一无哦。第五可怜啊，是因为病，佚佗啊，人去啊，通人大家都爱竞争哦，好歹人家着承认，不互人经济拢进来行啦。第六可怜是因为老。好歹人去，恁姊妹也就到你走。问咱爸母无存后，伊就烟满恶出头哦。第七可怜是烟满房哦，火若开头啊，大家都嫌无香哦。哎，爸母唔知正真重，敢若无甲恁来打背翁哦。第八可怜是烟满境哦，有诶时代啊，真正无同情啊。伊来好咧，伫接应，要拍要骂是咧正酷刑哦，第酷刑。第九可怜也是烟满房。门口啊，一年咱就坐天光哦，想甲趁食即落饭，要想嫁翁较久长哦。哎呦，第十可怜啊，是因为了，现在出事啊，敢会这么歹命？哎，母亲啊，我爱媳妇爱囝，伊落烟花是真歹命囝哦。哎呦，十一可怜是因为项哦，互咱两个啊，目眶不时一个都淡哦。伊都只用单趁嫁过一冬，火车看咱要嫁什么人咯、啊？哎嘞，十二烟花啊，是真可怜咯、啊。趁食啊！人你讲啊，永远是袂出心，你知无？就是讲安尼啦，你就想嫁人较要紧，结婚才袂有看轻咯。